所以已经很少在举办这个活动了。那我们在增加马祖的可看性，在晚上办这个活动，让游客来拉，拉了以后游客把鱼带回家，方便吗？不方便哈，不用担心。有没有看到广场上面哈，那边有很多的那个什么烤香肠啊什么，那是让你花钱的哈。肯定嘛，办活动希望你们花点钱啊，来，不要走，因为等一下鱼捞回去以后，我们主办单位会现炸提鱼，不用钱，大家来吃哈，因为你们带不走嘛，让你们直接来吃好不好啊。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大家有力的帮忙出力啊，没有出力的也要出嘴巴帮忙吃鱼好不好啊。好，所以快乐，小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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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到底了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客人的贵宾，客人的贵宾，先来，我们要出车啊！来，一个人拿两，一个人先拿两只啊！老板就你一个人拿两只，老板也可以拿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人数这么多，先拿两只。